你肯定听过气势磅礴、动感十足的二十四节令鼓，但你有读过岁月静好的最美的二十四节气诗词吗？生活在四季如夏的你，或许只有一缕成秋的体感，对于春夏秋冬的善变，或许没什么概念。最美的二十四节气诗词清少版，是作者李延伟依据中国中小学的节气课程对二十四节气的古诗词进行整理和赏析，通过对古诗词的解读来诠释四季流转，带领青少年从古诗词中理解二十四节气的节气由来、节气物候、天文气象、农事地理、谚语民俗，对二十四节气最具代表性的古诗词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以诗词读诵、绘画欣赏和书法训练的方式，加深青少年读者对二十四节气的认知，在四季流转中培养青少年读者的文学修养，从不同侧面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引导青少年通今博古，融会贯通和学以致用，扩展跨学科知识面。作者李延伟，厦门大学传播学硕士，青年作家，已出版古典赏析作品《最美不过诗经》《最爱不过唐诗归来》《最美的宋词》等二十部，其中《最美不过诗经》为阅读大中国丛书第一本，荣获2010年世界最美的书，被誉为中国最富才情的诗词研究者。长地久，在书海的世界里，海阔天空，任你游翔。